诸位同学大家好。请掀开十三业道经第十六面经文第四行。我们将文念一遍。无根庄严故，身心坚定坚固，精勤非懈，常无迷妄，即然调顺，断诸烦恼。前面两句跟诸位介绍过了，现在我们从常无迷妄这一句看起。这是念根的成就。那么由此可知，我们现在是常常迷惑，常常忘记，这什么原因？这个念没有根，它就有这个现象。念，中国的文字是属于会意。你看上面是个经，下面是个心，这就是佛法里面所讲的当下一念，这是这个字的本意。念念当中啊，都不是掉。佛说六道凡夫啊，真正是常无迷妄的一念是什么呢？是我啊，六道凡夫念念不忘啊。我不忘所以这个莫那识、第七识，第七识就是我执，坚固的执着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场所，从来没有把这个念头断过这个念头断过就超越六道轮回了。可惜这个念头它不能断。那么佛教导我们，我们把这个念头换过来而一切法门里面呢，念佛法门最殊胜。我们把那个我把它换成佛，这一生呢就决定成就不要念我，念佛。为什么叫念佛法门这个法门广义来讲呢，诸佛菩萨所说的无量法门，没有一个门不是念佛法门这个意思。在华严经五十三参善财童子第一位善知识德云比丘，这八十华严的德云比丘，四十华严叫吉祥云比丘吉祥跟德是一个意思，翻译人用的名词不一样是一个人吉祥就是德这个德云就是吉祥云。那么他给我们讲了在经上讲了21种念佛法门21密宗表法圆满的意思所以说没有一个法门不是念佛法门而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净土，
只是在一切念佛法门里面一个特别的念佛法门。这是世尊为我们选择的。帮助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圆满成就。这个道理很深，但是并不难懂。我们经典读的很多，印象也相当深刻。佛常讲，一切法从心想生。那我们为什么不想佛呢？为什么不念佛呢？为什么还有其他的妄想分别之处？我们错就错在这里啊！佛教导我们要看破。所谓看破啊，就是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啊，通达明了啊，这叫看破啊。看破之后啊，你才能放下。放下什么？放下一切妄想分别执着，我们的心恢复到真心了。宗门讲的明心见性的境界现前啊，见性就是佛。那么由此可知，我们的最大的麻烦、最大的障碍、最大的敌人，不是外头，是自己的妄想分别之处。外面没有可怕的，这个东西才真正可怕。我们的正念不能现前，都是被这些东西扰乱了。妨害了。什么人这一生当中肯定成就，有不可思议的成就呢？我们从古人经验当中体会得，二六十中啊，除了一句阿弥陀佛，决定没有一个杂念，这个人成功了。对于我们现前这个境界来说，除阿弥陀佛这一念，其余的全是妄念。所以祖师的念佛堂只有一句佛号啊，念佛堂里头不讲经啊，绝没有掺杂，真正是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他成功。这个道场是世间第一道场，就是一句佛号。那我们也看到许许多多念佛堂，有一些这个老和尚非常慈悲，他也懂得。建念佛堂成就大众，为什么做不到一心成念？念佛堂里面不但是轻重啊，念里面的执事甚至于堂主都还夹杂妄想分别之处。
这个念佛堂不能成功啊。原因在此地啊，所以念佛堂不是普通人能够进去的，普通人进去结缘啊，方便结缘，不是真正用功啊。啊，真正用功，宗门里面的道场，选佛场。啊，净宗的念佛堂成佛堂，到那就成佛了。啊，那么你仔细看看那些人进去的人像不像佛？啊，从这些地方我们才来体会得这种道场的殊胜。道场的庄严啊，道场的本质那么既然不具足这个条件啊，还有妄想分别执着，这怎么办呢？不能不求教了。所以世尊当年在世，为什么49年讲经说法？啊，为什么不开个念佛堂让大家成就？那都生死啊！啊，开个禅堂让大家参究。啊，世尊当年在世没有禅堂，也没有念佛堂，只有讲堂。啊，讲堂是帮助你看破。看破之后你自然就放下了，你自己就会用功了，那都用不着教了啊。所以这是着重在教学啊，我们的烦恼习气无量劫带来的，我们很想断，断不了啊啊，这就说明了相当不容易的啊，这样呢才在教下了下功夫了。教下下功夫也要懂得方法，不懂方法你这一生功夫也就白费了啊，你不能欺辱啊。前几天我在澳洲，香港同修打电话告诉我啊，说香港有一位律师，年轻的律师，在香港讲无量寿经已经讲一年了啊，这个事情我都不知道。听众呢都是律师，都是高级的知识分子啊，他讲得很成功啊，他们又好，我这一次到香港去，他们来给我见面啊，我听说他们讲我过去讲无量寿经的讲记啊，这他们印出来了，一共有精装4册。他从头到尾念过6遍。啊，那么他的讲演呢，完全依照讲义来讲解，再加上他自己修学的心得，啊，这非常受欢迎。啊，这同修向告诉我这个事情，他说看起来香港人还是有福啊，他要不断这样讲下去啊，能有个
三年五年呢，这个社会风气会改善，啊，这是可以肯定的。啊，要有真正觉悟的人呐，啊，那我听说这位律师很感慨的跟大家说，说他自己修学心得，他也学佛多年。过去亲近许多法师，也学过许许多多经论法门。啊，他说他听我讲经，只听到一句话，得到最大的受用。他今天有一个成就，是听了我一句话或者什么话了，一门深入。啊，从前学乱了，学的太多。学得太杂，啊，学了许多年，他说还是蒙叉叉，是香港人讲的，啊，蒙叉叉，啊，那么听我讲之后呢，通通写掉了，一门深入，专攻无量寿经，他成就了，啊，这个就是学教的方法，啊，一定要懂得。在一门上下功夫啊，那么我们现在虽然也开着有啊，有这个无量寿经，有华严经啊，我们早餐在此地讲十善业道经，诸位一定要晓得哪是正修，哪是助修啊，我们是以无量寿经为正修正课啊，其他所讲的是助修啊，助修有机会可以听，对我们也有帮助，但是时间精力一定要用在主修的这门课程上，我们才会有成就啊。啊，那么我们请这边的这个印刷厂给我们印这个教程法书啊，好像有四个月了还没有能印好啊，我催他希望快一点能印好啊，这个书将来每个同学呢都有一部。教程法书里面的五根念根呢，与正住道意念不忘啊，那么这就是我刚才所讲的啊，哪是主修的啊，哪些是助修的，是选修的，一定要搞清楚搞明白佛门从初发心到如来地都是在学习，学无止境啊！每一天都要勤奋努力去学习啊，永远没有中断啊！一门啊，一门要深入，如何深入呢？一遍一遍的学。啊，无量寿经学一遍不够啊，再学一遍呢，要学无数遍你才能记住啊。往年我在洛杉矶啊，洛杉矶有一位赵立本居士，这个居士我看现在可能也有七十岁了啊，他是加州大学的教授啊，那个时候我跟他见面的时候大概才五十多岁的样子啊，他懂得我说话的意思啊，他只选两部经
啊，《金刚经》跟《六祖坛经》，专攻，对吧？我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啊，我说可以，啊，这两部经呢，他听我的那个录像带呀，听了26遍，来告诉我，我说不够，我说你至少要听100遍。啊，每一天从头到尾反复听，一生专听这两部经，专学这两部经。现在他到处讲，啊，专讲这两部经，他变成专家了。啊，其如境界了，非常难得。啊，这是我们修学的好榜样啊。绝不要贪多，啊，最忌讳的是当通家，哎呦，一切经论样样都通，啊，这是很大的忌讳，样样都通啊，最后是样样都不通，啊，你得不到利益，你一门深入之后啊，所以一经通，一切经通啊，要契入境界。一切精通了之后还是专搞这一门，啊，这是佛菩萨古大德教导我们的方法，我们要细心去想想，啊，要接受，要能体会到，啊，其如之后啊，永远不会迷惘，啊，那你这个念呢就有根了，啊，念有根哪有不成就的道理，啊，念有根实在讲也就是儒家所说的知止而后有定，啊，我们这个念底下是定的，啊，知止就是念，止于至善，啊，所以儒家的教学是在讲总纲领，就是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啊，就这八个字。孔孟之道，啊，佛陀教人，我们学佛的人懂得，不学佛的人他不懂，学佛的人知道，不但是释迦牟尼佛，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教化众生的就是六字洪名，啊，这个一点都不假，千经万论最后都归这一句佛号，啊，名号功德不可思议，这几个人懂了，啊，不是过来人他决定不会知道，啊，所以一切经里面隋唐大德公认的无量寿经第一了，啊，你看看这个汇集本前面梅光系居士写的序文，你看看你就明白了，啊，这些人都是过来人，都不是普通人，啊，汇集本的经体真正是无比殊胜，汇集的天衣无缝，
这个经在中国有12种的翻译，它取宋译的经体，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啊，再取汉译的清净平等觉，把这两个体合在一起啊，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天衣无缝啊。啊，大乘无量寿庄严果得了，我们希求的清净平等觉修得，三学三会都在经体之中啊，我们怎样去修呢？要修清净平等觉啊，所以心净则佛土净啊。啊，要想修得清净心啊，万缘放下，不但世缘放下，连佛法也放下啊，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啊，彻底放下了，心地清净，一尘不染，这就对了。啊，对待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平等慈悲。啊，我学的是这个法。啊，我劝导同学的也是这个法。啊，那么有人啊，这有一些人在外头啊，也讲经说法啊，标榜着说是净空法师的传人。你们诸位同学要知道，决定没有这个事情。我从来没有传法给人啊，哪来的传人？但是如果你自己真的要向清净平等觉上去修呢，不是净空法师的传人，是阿弥陀佛的传人呢，是释迦牟尼佛的传人，是一切诸佛的传人，这是正确的。啊，世间法里面是传法给一个法眷，那个法眷靠不住，不足以为信啊！啊，要真正明白经典里面的道理，要牢牢记住经典里面的教训，把这些理论、教训落实在自己生活言行之中，啊，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之处，你就是真正是诸佛如来的传人。啊，自行化他。啊，今天讲的是念兹在兹啊，这是决定不能够忘失的。这时间到了，啊，这下面还有两句，这明天再说啊。